先刷一层黑色色胶打底照灯，再刷上 A407 猫眼，可以多刷点猫眼，效果更明显哦。磁铁先吸出宽光，再在左上角吸出追光猫眼，可以呈现烟花坠落绽放的效果。照灯用拉线笔取 A410 猫眼，画出第一层烟花，由外向内画，画出往内收的效果，吸出猫眼光。照灯继续用拉线笔取小灯泡猫眼，填补空隙，这一层可以往外画一点，不需要跟第一层一样长，有长有短，错落有致，吸出猫眼光。照灯最后用金色猫眼 A411 进行点缀，老步骤了，还是吸出猫眼光，照灯。画完烟花后，再用三合一光疗胶薄薄地做一层建构，照灯，刷上封层，没对上胶的画面也太闪了吧！最后照个灯，指尖烟花就完成了。你看着我。